哎，刘总呀，哦，谢谢，感谢，路上小心了，感谢你。几号啊？变了，挂好车，快点啊！拿挂几千块钱啊！爱峰要走了，爱峰。弄完了。来啊，过来，一千块你帮我摸掉，几千块卖掉，又滚了，不回。买了五六箱啊。谢谢。您，我是跟你请教，你有要点什么菜无？有要点什么无？你要点，你唔点我就发我的啊。刷二 K 个，刷二千一个，我紧卖卖，刷二 K 个。是个刷二 K 个，是个人你讲话，你要注意点刷二 K 个啊！你唔好先变咧，先刷二千来。来这，你去。刷二上面只五百了，我来变钱啊！最后一箱啊。来两个人，五百钱。刷二五百块，最后一箱拢无啊。刷二过余拢无啊，五百了，好啦，感谢恁的支持啊！一袋两袋啊，三袋给恁啊，四袋给你啊。四地无够五地啊，五百了，几个？两个啊。一盒做你几个？金龙三啊四啊，这种大地吹拢袂救水，你放心啊，袂一年啊。金龙三四个啊，五百个要吃无？下个人要买200、300的无？剩最后一箱话买无？没有了。来，要买200。买200、300是啊，讲啊，我都无会啊。300只。哎呀，要几包个讲啊，都无会啊。200、300个要来无？好啊，过来我拢画一个无同款，让恁买。你听我讲话了，我搁买贵箱啊，我着装欢喜啊！这上面吃，月亮花枝虾饼上面啊，300片啊，200外了，好啊。200只。这个呢一包鲜肉两几啊片啊，规个内底拢飞机甲虾啊，一包鱼啊片200、500几个，200了，一包搁送你200，升价钱啊无啊，400你啊，200个有要吃无？花枝月亮虾饼做好吃哦，200个有要来无？来吃。200个有要吃花枝月亮虾饼无？200块而已。来这边啊。3包、4包你啊，这免考虑啊。真正的尔啦，200个要吃无？最后两个无安尼，啊是要100块吃看嘛？100块试吃，一个头前要100。快吃！100个要吃看嘛无？最后600啊，100块而已啦。快吃！最后两个啦，只剩400啊，100个要吃无？最后一个100无啊，我处理啊，100啥物啊？来100个我钱。你们在这试管了无？这炒飞机虾仁白菜啦上好吃，有人要吃无？要吃四款了无？这一包炒飞机，以后我两包炒500，来我来讲300块了。四款了，啥物吃？300块了。四款了，有人要吃无？300了啦。分装啊咯。这煮到到尾，我袂客气，300客气，等于吃四啊千个。300有人要吃四款了无？按赞的朋友记得帮我按赞。300块有人要吃四款了无？300。300有人要吃无？300。来啊，我跟你讲啊，你若甲我买300，这包上贵哦，好恁啊。教大家怎么。鲑鱼肚条，鲑鱼巴肚吧，油脂最高诶。半包含我着300几啊，这包含个600外，这面好笑，这属实。日本料理料，变珍珠汤、绿色汤，变好吃着哩。300外了，300块。这样就按赞成功。300上面写300块，拜拜。感谢你们大家。300上面写300块。三，金汤三四五六七八，啊靠，要10个尔。我死吧，死吧。300上面吃啊，300块，300要吃无？鸡腿老加了，好奇啊，要滚啊！不是啊，我无讲你啊，我讲桌顶的啦，包鱼客客啦，好奇啊，啊山啊，要滚啊！啊，加加，寡妇啊，好无用啊好，来包鱼客客，来，这包鱼加加啊，客客重要。啊，所以你啊，看到这个情形，你就紧紧客你遐啊，系啊。对吧？安尼是袂错啊，安尼也顺气。呀，收起来。好啊，卖阁看落啊，真诶啦，好处理啊，300块啥物事啊？金龙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人客啊，300。来啊。来300只啊。好食。呀，无阁加遐贵个起，写100我。啊，恁食只300，这加落拢了诶。这真正鸡肉拢了呀！真正这无咧便宜啊！这鸡肉拢鸡啊！这都300几块，靠要鸡，这鸡肉拢鸡了的，对不？两三百而已。来，700块你啊，700块你啊，放过去啊，别当去吹僵尸啊！搁一个人鸡肉啊，300了啦！两个，三个。看，真正啊，一个你几个啊？一个啊。一个啊，只有4个尔，阿叔你几个？我4个啊。咸鱼啊，搁过来送啊，插插味啊，了钱够。两个啊。来三个啊！我没有说了，没有说，一年也不是跟你花500，花1000个啦。这个咸鱼给咱吃一个爽好啊，不喜任何代价的，是没有玩的啊，那有什么？对不？
超破坏个，都有小可弹掉啊，弹掉只个了了，拢无去治了几个。三个啊。一瓶五个尔，最后一个无啊，三百。你无爱画画五百，画三百尔。最后一个三百，啥物事啊？来者啊，四个啊。无你食啥？你嘛讲着，你啊遮认真看拢无啊。袂介意哦，真正袂合。来，小姐。有到一只鲍鱼了，刚才到边搞我捡起来。大嘞，一条大嘞，哎，鸡肠啊，鸡肠啊，鸡肠啊，不弄。小姐。几月？几月？你几月？我几月？来，加个二天吗？几月？你讲他今年我辛苦月嘞，现在老高嘞。诶，用浸盆水就好，你去冷水清洗诶，你用浸盆水就好。啊，你要来一个？啊，你都无爱烂一个啊，清洗一下。你要叫做山咧，你是当作咧破山。来，再过来一个。走，好了好了，都无叫用过来弄，是你甲烂一个。过来要食啥？五八。啊啦，诶，恁敢要食乌鱼无？五花鱼，恁敢要食？恁敢要食五花鱼？来，先。这五花鱼外口行一只五四五百块，这外面该好笑诶。你说一开始。这啊，鱼的肝呐。这日本料理你行的啊，啊！你来怎好了？来，你要食乌鱼，伊个干的人家一句话就好啊，一口食啊，使底啦，好不好？互你欢喜一下啦，这规只拢无饲的啦，一只行一家家日本料理行价五百，两只一千块啊，拢唔免啊，钱客客啊，你唔好搁遐问讲几钱啊，钱客在小弟互你送啊，唔免五百，三百好啊，好，三百块钱就好，互你送去，三百块上面写三百块就好了，三百上面写五块鱼的鱼的干。这偌贵嘞！你去日本了，你好讲，你也点一只鱼干食看嘛？我看我还好好笑哦。搁一个人加三百饼钱啊！这袂当卖一个啦。三百块啊！你是做伙的哦。两个。三百块要吃无？哎，恁后要吃较好的牛吧？啥物无？我拢有呢。几个？来两个。两个还搁未煞，搁三个啊！三百搁着三个加钱啊！紧嘞啦，这碗鱼做好吃啦，真正的尔啦。够皮鞋无啦？要变哪出手？啊，我先等嘞，要先等嘞，我计过。你啊，实在袂哩百外块，你无得考虑无？三百够有要食我鱼的鱼的干无？左边一个。啊！外口一只五六百，物件两只千外块，袂哩三百。日本料理专用的鱼的干，最后两个人加三百，上面一个买买啦。好无？搁两个了，好无？刷好无？卖个好啊，三百了。三百够有要食无？几个人客甲咱买？三个。来，无买人客买一只当去蒸看卖，百五就好啊。这个菜好啊，全部搁来生过啊，百五啥物事啊？行。过来要画啥？恁后要食啥物？一个意大利面起来甲袂买啦。虾啊啦，有剩一寡拢甲下下下起来，阿公恁做一届，睇下看要加五六分了无？做一届来。意大利面我画画了，一个放较低哦，我看着足艰苦的，放较低。来，你要食意大利面的，一百块啥物事？一百块意大利面。箱子啊，给意大利面一包，要吃无？有番茄啦，啊，还有白酱啦，啊，还有青酱啦，综合酱啊，一包就好啦。一包怎么吃？一百块就好啦。白酱，两个三个啊。一包够要吃无？拢综合恁啦，一百块。啊，别生气。都罔综合酱给大家啦，一百块啊，哎，三种你拢吃着，好吃你啊，看要吃啥，你啊，再来问啦。一百够要吃无？白酱，两个啊。安尼无啊，是啊，你两个拄好啊，拄好。对啊，我拢啊轻轻起来，又困到崩溃啊吼！你轻落来啊！哎，拢存这简单嘞，恁紧买买，拢做好吃啊！我这剩下这一点点，你们买一买好不好？来，拢起来啊，紧来，全部来做一届啊！我这拢存两盒、三盒、一盒的啦，这恁买买动的，这我搁赚的，我艰苦啊啦！来，你有哪要食葱抓饼无？三百、五百，变成一手工啊，是一包白的，新价钱的新料，一百了，一百块。葱抓饼一百块，哎，最后这包一包上面来。最后这包一百块钱，等下我葱抓饼真的好吃，手工的，一百块尔。一包最后一个上面一百块。有人要吃烟肠这大条，这等下真正的配蒜头，这一条百三两条鱼的人，唔免让你家鱼的人，同款两个人客，同款三个人客，你先给钱先呀，好吃歹吃拢唔免抓，你甲煎落你就知啊，两条大条这大条啊，这么大条，一百了。来一百块了吧，一百块，一百块尔，嘿，阿芳阿喜欢咧起来就拢大，你唔爱安尼起来，对，要讲几万块啊。个人要食热狗，这一包五十条，这破胖做的，五十条啊，四个人加买热狗，三百二啊五百啦，先加钱的先赢，一百了。
一百八，这我多十条了。这回去，那个什么呀？那个后边还有一趟后边走的，一百个两万上面也没有了啦。热狗一百五十条，一百个要吃无啦？起来啦！我无人要出钱，我袂得袂动啊。五十个，有咩个咩？有咩个咩？五十个几等的？五十。有咩个咩啊？有买再买的，大你要到一百外个五十，伊平讲无来啊，要了钱买，伊搁不来啊。到人要食白虾大未哦？750块的啊，750克的啊。来，我还讲两个人去买俩白个无？大未啊？你唔好一下拢啊食完嘞，你食袂完嘞。一下卖，让你开一千开800、500，你买无啊？300落去啊？最后一个300块啦，白虾啦。最后只个300上面只个克的啦。最好这个沙发上面写白虾，300块就好了，200了，100了，50了，30了，五十啊！好啦，我俾伊差，俾伊小姐讲30，搞到阿潘我你用30啊？好啦，好啦。果冻啊，可以来啦，咱们走啊！果冻不分的啦，我冇要走。啊，冇要走，大家做伙走，你讲小心咩？帮我走，让我切台下洗洗。上面先去凹抓杯，你上面先太姐先去凹抓杯。好啦好啦，感谢恁的支持啊！哎，感谢恁，谢谢，分了。来果冻提一支啊！恁要穿一下，恭喜你快乐，真正我真正穿一下控制，我嘛要进娱乐，要新年快乐啊！对啊，这哦，这好吃啊！